这是我出门会带的大包包，大家就说你这个小费包到底可以装什么东西，我就装给大家看。你看我的小费包多好用啊，可以装超多东西的，是不是很棒？那这是我出门会带的大包包，带大包包出门就会不小心放超多的东西在里面。首先日常会带的吃的水果，香蕉，然后还有伞。出门可能本来是大太阳的天气，突然下了午后雷阵雨，所以伞很重要。还有就是墨镜，有时候太阳太大，墨镜也是必备的，是帅。再来就是我的皮夹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？哦，因为防疫期间，噔噔，是防疫面罩。然后每天都要喷酒精。其实我包包里面会有备有很多的口罩，因为我很喜欢 Line Friends， 所以就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图案的口罩，超多。随身携带的补给品，还有 AirPods， 还有行动电源，很 Q 吧。口红类的，太想分享太多东西。这一次新的丝绒唇膏的盒有好多种，所以我全部都带来了。这是最新，我平常在用的是千鸟格，颜色是880，就是我现在在擦的这个颜色，然后跟我身上是一套的，最近最常用的唇膏。它其实做的很秋冬，是比较丝绒的感觉。除了千鸟格之外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红色的绒布款。它看起来很像就是圣诞节可以用或者送人家礼物的，最喜欢的是这一个。女孩子带大包包就会不小心可能把香水也带出门，所以我还有带大罐的香水。哦，化妆包，化妆包里面啊，娇然送给我的干洗手，还有她的护手霜。防疫期间你一定要不断的喷酒精，或者是你要带干洗手、抗菌消菌这些在身上，然后有一个香香的，你就会觉得天哪，就是不再是只有酒精味了。消菌的过程也是，也可以手香香的。涂完干洗手之后，你就可以擦护手霜滋润一下你的手，一直用酒精的话其实手会很干。还有最新的皇家蜂王乳第三代3G，因为我其实在化妆的时候我都会带着，然后给化妆师帮我就是加一点，我在化妆前我都需要就是一份保养，他要帮我推啊什么的，就会用这个。厉害的地方是它有9倍的修护力，而且跟上一代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的质地是比上一代更加的水感。你看，就是它比较水，但是它的滋润度没有减，然后比较弹润，很香。因为它这一次好像是参加了不同种的蜂蜜，来自不同的岛屿，所以非常的厉害。没有太多余时间可以保养的时候，我其实一瓶我就是只用这一瓶。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女生也不能太过于懒惰，我就会可能跟双岛精华一起配在一起。女生还是要好好保养啦，不能因为懒惰就只用这一瓶这样。然后还有这个。就是按摩用的，化妆师都会帮我推脸。推脸的时候，我可能就拿着这支开始在刷我的颈部或是手啊。其实这全身都可以刷的，而且它会促进你的血液循环。带大包包，你有很多东西都会放进去。最后是我的小费包，大家就说你这个小费包到底可以装什么东西，我就装给大家看。好，例如说我的唇膏，我想要带2支不同的颜色或者是不同的造型，我就可以放在里面。还有我的 AirPods， 你不可能放一个大皮夹进去嘛，我就会把我的卡也是 Line， 卡可能放了2张哦，巧克力 BB 放进去了。然后还有我可能会携带这种小香水，也是娇然的小香水，超可爱的这种瓶装。这个也是可以放进去的，而且还没有满哦。还可以放什么？腮红也可以放进去。你看我的小费包多好用啊，这么多东西，然后我要把它盖起来。噔，耶！你看，可以装超多东西的，是不是很棒？所以它一点都不费。对。你干嘛在笑我？好，以上呢就是我的介绍。那你觉得分享的东西哪一个是最废的呢？你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哦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